大家平安。啊，感谢咱的教会，这个今日真多咱啊，中会甲中会教育部啊，宗教教育奉献主任，甲伫阿袂讲到进前，伫今仔日，不就是咧讲宗教教育？所以，若讲到宗教教育，伫咱礼拜经书中间每一个项目、每一个字，咱拢要读好正确。特别今仔日，咱所读的十条诫命第四条。啊，咱好亲像一支两无三正确吼。来，咱做伙来看一条界第四界。咱特别伫迄个来第四界吼，十条界第四界内底吼，上帝创造天地甲迄中间万物，第七日就安怎？恁是念什么？来，牧师讲吼，恁是念着煞，啥叫做煞？煞叫做无去。在咱的地位叫做就歇，歇叫做歇困。因为上帝创造不是伫第七日，吼，不是创造了就煞。敢听意思无？哦，所以每一遍咱伫主日礼拜时阵，上帝创造的快乐甲应允，继续搁咧创造，搁咧创造。啊，所以每一遍咱也是用圣经内底。啊，无就是用台湾基督教教会信用个别十条诫，啊，是你说啊，圣经做咱个信用个别文的时阵，咱得读爱非常的啊，非常的注意，因为你若一日读唔到去，可能间隔咱个信用的体会，可能伫迄个所在就安怎未有进步，所以吼，伫这个所在啊，牧师真歹势，佮咱讲啊，就是讲，因为这对咱来讲真要紧，因为咱个上帝，因为伫咱个明白。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所以停留在旧约、新约都真做着替去做耶稣的拯救。总是到现在，咱叫做圣神上帝。圣神是一个真理的神，是一个引传神。总是呢，咱拢真，现在是过去的传教者的传达无清楚，也是咱参加其他的教会，也是咱看其他的这的注解。咱真主动就甲上帝归伫旧约，上帝若归伫旧约的时阵，真有上帝无？有无？有，我伫圣歌队。耶稣有伫咱的中间无？有，我那愈讲愈细声。咱有十二架无？有。十二架顶悬吊什么啦？啊，即摆哪无吊？天顶。搁我。有一个故事咧讲，有一个青年去一间教会问一个真资深的长老，伊讲长老，听讲恁教会真兴，总是吼，我去恁教会找到耶稣，恁耶稣一对，一两姊妹同款的问题，今日恁来到恁个教会做礼拜，你的耶稣一对，有人讲耶稣就天，耶稣伫我心，那你家己的心啥错我看。有人讲的，告诉你真体面。耶稣在我的教会，那你跟我讲，耶稣在恁教会的一个所在，第三楼、四楼、五楼、六楼、七楼、八楼，有书馆吗？不是啊。所以，伫宗教教育的时阵，咱就是要重新来调整咱的信仰，到底咱信主多久？这个时阵是伫一个上帝跟三个地带。有人讲，即马圣神上帝在咱上面，无唔对。因为咱的上帝，你袂使家己切做三位。上帝的创造继续咧创造，耶稣的拯救继续搁咧拯救。圣神伫咱的中间，照着恁的认识读圣经、听讲道、奉献、听报告，这个拢是咧引导你，互你了解上帝伫咱的中间继续咧做咱的主。你有阿门无？阿门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因为咱还袂看到进前。做这个宗教教育的提醒，所以毋盲咱呢啊，真爱注重咱的宗教教育，因为宗教我内底咧讲一件事，教育要复兴，爱注重伫咱的儿童甲少年，因为儿童甲少年是咱教会调整。今仔日咱本堂的牧师、王牧师伫阮的教会，伊嘛讲着这项真要紧。咱的长老教会真侪信徒年纪不止啊大。讲到教育这两字，头壳就冒咧烧。总是教会爱做事工无？教会有真侪团体，真侪事工咧进行。教会存在叫做宣教，
什么会叫做宣告？宣告不是牧师的责任，不是长老执事的责任，更加不是咱各团体的责任。其实讲到宣告，是每一个人所爱参与在上帝的计划中间。总是有真侪人咧问牧师，人创造的目的是什么会？有人讲咱是管家，敢是？是不是啊？我来。圣经内底再来看创世纪，咱是管家。因为管家，所以咱误用咱的文字，甲拄仔咱的书里讲着讲台湾的问题。那当然，伫这个所在，牧师无要讲起啦吼，总是一项事要互恁了解。做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目的，就是要服侍上帝。若是咱这点无了着，有可能你一世人的宗教教育，一世人的信仰，可能会拄着恶当当的事，你就离开这个信仰。信仰是咧讲绝对化的态度。咱有真侪基督徒，看起来叫做基督徒。看起来好亲像伫只有伫教会叫做基督徒，总是离开教会了后，你毋是基督徒，因为你讲的甲你所信的完全无合。有人甲你讲，你若是有信仰的人，你会调整。总是有的人毋是，有的人的信仰袂堪接，人甲你调整。总是咱若想起来，今仔日圣经甲咱讲，咱若是一个管家。要怎样让上帝智慧观点？要怎样让耶稣的拯救，让咱成为一个新创造的人？要安怎让圣神继续引导咱？在现处时2016年，在咱所徛起的台湾这个岛屿，咱所徛起的社区，要安怎重新让上帝的精神、耶稣的精神，在咱所徛起的所在，让人看见？所以，若安尼时阵，你的一生就毋是追求享受，你的一生开始会看到需要的人的需要，你会看到原来你伫英国教会，正做基督徒当日，有上帝真无共款的计划。当你若了解你的身份、你的定位的时阵，无论伫教会你是啥物种的地位，你拢会视觉察。你嘛会看人来跋倒，因为上帝呼召人，就是要来服侍咱所徛起的。那安尼，你就会看到咱的服侍，毋是要造成真大冲突。耶稣呼咱这种的革命，叫做内心的精进。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用这个真要紧的观念，信仰若是绝对化。信仰若是一种真实的表现的时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伫每一遍咱灵修做礼拜时阵，你要怎样照着今仔日的主日的礼拜，上帝话甲你启示，互迄种的圣神的感动，对今仔日到伫恁厝会发到用一礼拜，甚至用一世人，这是咱伫每一遍咱做礼拜时阵，恁有这种的准备。所以阿伯讲到时阵，无需要我咧问咱，咱准备好阿伯？您准备好要听牧师讲的吗？无，准备好。你哪拢听啦？您准备好了未？准备好。你哪拢先挂嘴啦？来来，店员四楼，您准备好了未？好。红魔之士，张光去拍乒乓，真牛！您准备好了未？来来，一楼，咱三楼，您准备好了未？好。来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至诚的天上帝，感谢你的神继续跟阮三甲之地，愿所有兄弟姊妹心被旁边，愿来听候你的启示，愿你的神继续做工在阮的中间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那大家所读马太福音段，通讲伫这个18章内底，咱所读的经文，伊记载耶稣学生来问天国啥物人最大。咱若继续看马太福音段20章，伊有搁提起西庇大两个囝雅各甲约翰的老母来求耶稣。当耶稣的国来临的时，毋忘耶稣予伊的囝一个坐正边，一个坐倒边。当然，这个记载予咱看到人性真实的一面。人性就是人爱最大。咱来看这
个耶稣因这种的背景的时，那我看约翰的老母撒罗米是耶稣的老母玛利亚的姊妹。讲起来，这两个人就是耶稣的表兄弟啊。所以用亲情关系来求特别的关系，搁较是人之常情。当耶稣学生虽然跟对耶稣三年半，不过呢，因对信仰犹原无啥清楚。海门天国最大的人是自罪。雅各甲约翰虽然是耶稣伊所拣选的学生，总是因犹原的求天国的地位。所以若讲起来时，咱会看到今仔日咱来信耶稣，有可能甲学生的情景同款。咱的信仰的根基真浅，所以有真侪做基督徒伫教会出入，伊将关系的价值当作信仰的价值来追求。伫耶稣的时代是如此，伫咱的教会内底，伊有原会看到人来教会，伊的动机毋是要敬拜上帝，伊的动机就是要来赚钱。所以若安尼时，咱会看到，伫迄个时阵，耶稣就对学生上一课主日课的课程，伊的教材是一个囡仔，而且囡仔来到学生的中间，对学生讲：人若无谦卑，亲像这个细汉囡仔的，决断袂入天国。伫天国，囡仔是最大。也人若要接纳至理世一个为因服务。就是伫上帝的国度啊，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咱看到耶稣所讲的话，那是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大，是爱对世来开始，以及你若是要做大，就是爱服侍世，甲我都正做大。今仔日，咱就看到咱的主日课，范老师伫这个所在来献诗，在咱这个时阵，咱读到这段经文。相信做父母的人，恁有真深的体会。因为人若无活到当亲像囡仔迄种的纯真，真正是不配入上帝的国。囡仔不只是纯真，因可以完全依靠父母。所以圣经将这个囡仔放伫经文中间，就让咱知影囡仔真单纯，会依靠父母。总是第三个囡仔特色，就是因的心无受着污染。所以做一个父母的人，你若是把囡仔带好，囡仔就变好；若是家长带歹，囡仔一生就乌溜去。北中文一句成语叫做“邯郸而过”，意思是讲咧，伫战国的时代，赵国有一个所在叫做邯郸。这个所在人走路的姿势真水，安尼燕国人因就真兴盛，就派一群拄啊在学走路的囡仔去邯郸来留学。唔忙咧，因伫个所在将邯郸的人走路的姿势改学得来。好以后咧，因大汉倒来伫这个燕国来教燕国人来走路。总是咧，人想的甲实际拢有差别。因为囝仔人伊无适应的能力，所以学无好。学无好呢，因就伫寒冬的所在生活，煞把家己原来行路的方式、姿势全部袂记起了了。最后，伊是用白刀去伫这个英国内底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甲咱讲到一项真古锥，就是囝仔就是汉尔单纯。你若教伊往好的方向来发展，这囡仔就会学好。当然颠倒变，你若家己带到伫迄个歹无好的所在，因就会往歹来来发展。所以若安尼，主日课通讲是咱教会一个真要紧的宗教教育。所以咱会看到教会会进步，未进步，咱来对主日课来看。若是咱的囡仔无来教会，上主日课，还是讲咱的囡仔伫教会无好好来参加主日课，咱想想以后因的大汉的人生可能是用白的。所以伫今仔日，
牧师就要针对这段经文，甲咱来分享两项信仰的功课。毋通借着交换讲台时，互咱借着无共款的牧师的解经的方式，来帮助咱怎样去到伫圣经内底啊，这种真要紧的教示。甲第一项，大是对小来开始。那亲爱的姊妹，动物的中间牛的气力甲体材是上大。以前牛是伫咱的社会中间真有价值的动物，总是呢，伫英语内底咧讲这个资本 capital， 啊嘛是咧讲牛的头。唔知咱捌去纽约的这个华尔街无？有人捌去过无？华尔街顶端头前有一只金牛，你有看到头壳短还是尻川壳短？真济人去华尔街咧爱摸迄个牛头啦。因为骨头崩落时阵哦，你的股票较袂坐套房啦。啊，所以咱看到讲呢，哎，奇怪，原来牛是咧讲到资本，总是咧伫咱的信用中间呢，咱来比外口的人爱看得较清。牛除了是咧讲资本以外，伊嘛是咧讲到服侍一项真要紧。因为咱看到牛伫咱台湾的文化中间呢，牛虽然骨力真大，体材真大，总是呢牛的存在价值，伊就是要来卖产。另外呢，牛除了卖产以外呢，伫宗教顶端呢，就是伫祭坛中间伊爱献祭。所以那安尼时阵呢，咱就看到上帝创造牛伫咱的信仰伫咱的生活中间呢，因为虽然体材真大，总是这个大有两项真要紧的因素，一个叫做服侍，一个叫做牺牲奉献，一个叫做大，一个叫做信仰的价值。所以当学生也是哪个约翰，伊要来探天国内底，什么人最大时？他讲伊迄种的资格，就是主日学初级班，因为伊对信仰犹无啥了解，总是因通跟对耶稣的身躯边来学习。最后，每一个人拢对师范班来毕业。咱若看十个学生因的结果，哪个最后毋是为主来顺道牺牲吗？甚至咱看到约翰，伊虽然无定时的过来死以外，伊一世人忠心伫主的托付内底。所以呐，伟大毋是咧讲迄个人的外在价值，伟大拢是对小小的改变来开始。迄条文咧讲得完全 ，Helios 意思咧讲叫做无下属的限制。总是呢，这句另外一个意思叫做一支小小的螺丝，锁伫一台机器的顶面，互机器的运作完全。所以呢，完全除了是咧讲无下属的限制以外，伊嘛是咧讲啥？对一个小小的螺丝来开始。咱来继续来看阿拉伯数字，阿拉伯数字嘛是对伊来变化。所以伫阿拉伯数字中间呢，上有记载的数字毋是九，是零。同款数学的算法嘛是对伊算到十，也是对伊算到零来结束。所以九甲零，咱嘛使用来做信用的披露。那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是迄个九九，上帝对咱来讲可能是零，因为伫你的生命内底看无上帝。总是今仔日，你若听到牧师的讲道，你有感动，咱感觉做一个基督徒爱谦卑一点点。安尼，咱就伫数字中间，你是零，因为你是零，看无家己，看无路口，安尼，这个上帝的祝福，靠法度临到伫咱的身躯。同款的道理，咱咧讲数学，咧讲一印一叫做咱的大头骨，一尺咧讲咱的脚，所以咱咧看到呢，英语呢这个chocolate。这个真好耍，这个例子呢是对这个世界石头Cotterus 来，意思是讲呢，人类是对这个小小石头送到伫月亮的顶端，因为这个月 Moon 是对石头来，因为这个月伊的年纪阁变做月份的月，所以咱的感觉真奇妙。那是咧测量的人叫做 Man， 其实伫这年纪呢。拢对这个 N 开头，
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真奇妙，上帝知影呢，世间人真会计算，所以上帝将伊的启示藏伫数字内底，让人因为你踏踏伫这个土地的时阵，用迄粒小小的石头，有法度让你开始计算、发明、推广，有法度对地球算到伫月亮的顶面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今日你咱所读的经文，耶稣直接讲了真好。天国什么人最大？这个天国不是在讲死人去的所在，那是咱的信仰，那是要死上天国。我所跟咱讲，这种上帝你也太好死，因为咱的教会传统中间未使自杀。在中世纪的时阵，因为十字军东征，有真侪少年人看到这十字军东征，十字军东征。在证书死了后，大家人来变真水。你看讲呢，这证书为这个十字架为耶稣来征战，所以死上完了灵魂上天。后来教宗看呢未使，因为生命主权在什么人？不是在你人。所以在十字军东征的时阵。天主教有一个真要紧的教令，人未使自杀，因为你若自杀，抢夺上帝主权。对过去到现在，咱会看到教会内底，若面对着自杀的案例，咱拢做低调处理，对不对？甚至咱嘛伫教会讲安怎，你若有真艰难不足的时来找什么人祈祷，找牧师丢了。若是伫教会甲主亲的人，你找伊祈祷，千万唔通惊什么货，自杀这条路，总是因为咱对天国，也是上帝国，也是天堂的乱去，因为天国这个好亲像，唔是基督教的专有名词，咱会看到民间宗教，因若拄到这个丧事的时阵，若讲安怎上天国。就天堂，那是一个的所在。耶稣甲咱讲真清楚，伊所讲的天国，就是呢，那是有人奉耶稣的名，奉上帝的名住进，迄、那个所在若有上帝主权实现的时，迄、那个叫做天国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要甲咱讲，每一遍咱伫教会聚会，恁就伫天堂的内底，恁有相信吗？你已经在天国里面，我们尊重最大，要不今天你应该半天来参加，你如果没有尊重最大，有什么性格都要请思考，要让你再来训练，认为有麻烦的人，有什么个案你请你条条走来，有什么有很多后面那百货上、欧里上，你还没九点就在那个所在在聚会，还有一个原住民地方的，九点十分就在这个所在来参加聚会，有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所在，恁感到天国的滋味，恁有安无啦？有无啦？我这个阿伯啊，听来听去，要选一位较好，看牧师较近的位，对不对？真好，爱甲你困着，因为伫教会传统的头前，无人敢坐。为什么？惊让牧师的恩华困着，相信咱让牧师袂啦吼。应该不会啦吼，就是为什么吼，头前的摆拢无人要坐啦？为什么？咱若看演唱会时阵呢，这个叫做特区呢，拜托的，特区要三至五万呢，你若八百块要徛伫楼口呢，就是为什么咱要去参加这个摇滚特区？你拢要徛伫头前？咱若是看到庙内底咧跳灵舞的，为什么拢坐头前？为什么？拜托的。拜托什么会？咱的价值观已经错去，已经错去。所以耶稣甲咱讲了真好，若是要伫天国正做最大的人，咱就要强比亲像囡仔一样。大家咱看到咱做一个头前迄个小天使无？迄种的圈圈的，有够水无啦？我说连即个都看到最后一个查某囡仔，穿白纱蓬蓬裙，有够水啦！但我说要介去相爱。你看了有感动无？啊，感动了要创啥？你拜了，
带囡仔去食一个吼袂歹的餐点啦，甲因鼓励，鼓励啥物货？因真单纯，拢看老师安怎指挥，目睭拢无转。虽然呢，有一个囡仔无啥愿意，总是伊的心嘛敢讲咧，我嘛爱来献身。我亲爱姊妹，那是在感谢教会，注重儿童主义二。因为若讲到宗教教育，毋是只有讲儿童主义二。咱有青少年的主理二，也有成年的主理二，也有上年的主理二。所以若安尼呢，咱会看到教会的复兴也是进步，爱起着伊宗教教育。咱的王牧师是牧师，敢是？是毋是啦？是。你有甲伊肯定无啦？有。咱若拢这边，啊这边拢无肯定。恁有爱恁的王牧师无？有。来点关第四号，恁有爱恁的牧师无？来个问，你有爱你的牧师哩无？有。现在牧师来做礼拜时，就拄着咱牧师哩，我够辛苦呢。这个时间去菜市场买菜呢，有辛苦无？爱家祈祷对不对？这个时阵忙去买菜，这个时阵你爱来做礼拜。今天我的事，这个在考试牧师娘，不要紧啊，你跟牧师讲不要紧。好啦，所以咱看到耶稣讲了真好，咱真侪教会信徒为着恁的信用进步，咱走到十三天外，有人走去新加坡，有人走去美国，有人走去韩国，有人走去桃园啊，中华区导演。咱有真侪教会复兴的方式，包括今有真侪教派支持教会灵粮堂，特别支持教会，因非常注重宗教教育。有啥物叫做教会无法度支持伊做这种宗教教育？为什么？因为咱无单纯啊，咱已经无纯，今天无所谓纯，因为咱心术不固。上帝给你的感动已经是真早期那种的感动，所以咱才讲呢，第七日就煞煞西欧人啊！我今日来做礼拜呢，不过是安怎？因为阿公阿妈我的家庭无来都未使，我是因为丢了去厝无来未使，啊来也要送啥？来也要送啥？做礼拜吗？有真好算。因为咱今个教会，咱今个教会这种的状况，非常标准的长老教会，用上帝话做中心，所以咱只有一个讲台，无书礼甲讲道无。咱这种叫做舞台式的这种的礼拜装塔，总是恁若有闲去国外吼，特别去天主教，天主教因的礼拜堂的讲台，唔是这种型的。不是面对，是徛伫中，无就是因个讲台唱歌。高雄有一间叫做基山教会，毋知咱捌听过无？基山教会是一个天主教因所设计，因个讲台设伫半空中，而且是一块板仔一块板仔去，所以无需要讲道呢，若无真注意会摔落。后来换新的牧师的时阵，伊讲讲台伫顶边太危险，刷落伫下骹。信徒来讲牧师，那个是舞台，你的讲台是在上面。讲呢，我走上去脚都会发抖。所以牧师爱运动无？听讲讲牧师真够拍乒乓球对不对？当时，咱牧师有用无啦？真的啊！所以有时阵吼，若是咱会友吼。在牧师的休息的时间，会使少去运动。运动的方式真多，因为你的肌耐力若无够的时阵，咱牧会就安怎会有心无力。所以咱看到呢，上帝若是伫咱的中间，伊要安怎改变咱？信仰的方式真多，就为人亲像保罗同款，伫台马上嘣一下，你马上改变。就是这种信仰的方式真少。真少人一变，就会使马上把中心变最好。无，大部分的人是安怎？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，伫教会中间，
在会友的中间，在同学的中间，因为因听到上帝的话，因看到基督徒真好的表现，所以在心内愿意来接受改变。因为咱拢是信主久久，牧师安怎讲，你就安怎相信。牧师在阮牧会教会中间，阮会甲师妹讲。当你站在讲台时阵，唔通讲牧师要来偷放上帝的信息。什么物叫做偷放？偷放就是讲安怎？我是大官，你是小卒仔，我教你安怎？我教你解开。牧师唔是牧师，无可能比上帝较大，对不对？所以伫讲道中间，我叫做分享，无是叫做见得。还是叫做甘德。有甚物无需要讲这個？因为咱长老教会伫不管市，咱是非常礼拜的信徒。有一个无需参加北部迄、那个国家早餐会议，因为迄拢是超教派。咱长老教会有一个月叫做三甲来祈祷，毋知咱听有无？三甲来祈祷，因为迄是外教派，搁讲华语。结果有一个外教派牧师来问牧师：“那穆斯林牧师，你们好厉害！你们每次祷告吼，都有三位一体的上帝跟你们同在。你讲呢？你们每次呢，三甲，你改听做三甲。那你们好棒！你们长老教会的神学好棒，每次呢，都是三甲，父子圣灵。我说不是啦，那个叫一同。”都一个叫一同，或是一起，但一个三甲，那你听错哦。所以有真侪吼，这种的误解，啊，像真侪观念呢，拢是对一点点啊，一点点啊开始。所以耶稣甲咱讲了，耶稣甲咱讲了真要紧。那是咱要得到上帝的祝福，那是你个人，那是你的家庭，那是你的教会，你的公司要进步的时阵，那唔通吼，唔通误人吼，一边就会成功的迄种的改变。当然，迄种的改变真紧，总是效果无够，无久长。咱的信用，咱的进步是要久久长长。所以，若久久长长的时阵呢，迄、那个关键真要紧，就是咱每一遍领受着圣经的教示、甲祝福时阵呢，咱是一点点啊、一点点啊来改变，对你的耳孔、对你的目睭、对你的鼻、对你的嘴。对你的身躯，对你的心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一点来改变。因为一点点来改变就有法度让你的生命得到上大的祝福。因为这是耶稣的教示。第二项，咱要讲到这个大教示一个关键，就是呢，要安怎成最大？因为真正一个世间人，大家人拢要爱最大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啦？牧师问这点对不对？你就要做大无？夸张了，你有想要做大无啦？哦，咱给爸爸一首啦。真正一个人拢爱做大，我讲真个啦。牧师长带咱个啊，从我中会乒乓队去屏东比赛，牧师咧摆布袋个时阵，有人讲个牧师，卖摆迄个啦，卖摆迄个啦，卖摆迄个啦，牧师。牧师嘛，一点仔经验哦，摆你好啦。问题阁未卡，你听我说。咱伫教会中间吼，阮做牧师的人吼，拢有一个困扰。亲像这两位友妹，恁请问恁去外久啊？拉多久了？二十几年吼 ，OK。牧师少年咧骑重型机车。你看我有个加飞行，结果我那个升重型机车，结果有一个头家的囝，迄个时阵，迄个囝仔才三岁，跟我的去迄个之后，车友咧讲的时阵，大家分享啊，哦，你骑几四五是，那可是四百五、五百、七百、七百五、八百、九百、四四、一千、千一、千三，哦，大家咧分享，结果迄个囝仔三岁嘛走来。叔叔，我也在玩车，我不该怀疑，
因为伫原装车内底有细只的50cc， 细只哟，原比例缩小二分之一，还是打档的。我说行动啊搞啊，你啥鬼哦？车挡着，我咱你种打档的，我你哪通搞？结果我讲我让你把你的车拖出，我看一下。你讲叔叔，我是玩遥控车。同款哦，同款的体会。当阮做一个牧师，伫教会咧牧会时阵，有人甲阮讲：“牧师，我这个拍球。”牧师就想讲：“你若这个拍球，你若是 top 的，莫讲 top， 可能你是校迄、那个校队的迄、那个水准。”结果咧，牧师嘛无怀疑啦吼。来，当咧训练的时阵咧，来，你哦，你这 top 的来拍一个。结果连拉开度都未了解啊。连桌球班都不会打，你跟我讲你很会打桌球，所以阮伫教会部会吼，会真正拄到即种的困扰。我亲像咱伫教会好来，咱这个兄弟友妈恁友二十年，那是我拄开始学的时阵呢，我甲你讲讲呢，老师我也会拉小提琴，但是这些老师都来我们来，你来拉一首看看，拉一首，拉一首的成功率要六啊倍。啊，同款的道理，咱伫教会中间，搞到有啥物牧师要甲团长两下解说，一个人要安怎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真实的面相？那牧师甲咱讲，咱爱钱无？爱。恁问讲话拢无爱钱吼？那牧师甲讲，咱恁爱钱无？爱。爱钱，这不只是本性嘛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无你个祈祷拢祈祷啥？哈，你祈祷祈祷啥？我上帝我降临。我讲我是无说咧讲，伊讲哦，咱无迄种的情歌啦。你唔是求你健康长期靠，求你长退休吼，也是求你的事业吼，爱发生什么代志？那差不多甲庙里的人同款嘛，吼、哦，那用民间宗教咧，那叫求福禄寿，求福禄寿。当然，咱做一个基督徒嘛爱，但是今仔日耶稣，伊嘛看到世间人这种的热情，爱钱无问题，爱死无问题，拢无问题，就是你要怎改变你本身的观念。但是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有法度开始对一项事慢慢啊改变。后来这会有水无？这会有水无啦？有。这会有水无？有。来水伫底。水伫底。水伫遐，够无？差会人呢，用尽心思，才有几种的材料，上少三种。配起来有水无？就是你有该感谢无？咱当作理所当然，所以咱的人生慢慢改变的时阵呢，对这个时阵开始，你求主帮助，我圣神拍开我属灵的目睭，求圣神拍开我间隔所有的感动，咱咧讲感官，恢复通感受着圣神的同在，你捌做着无？有一个牧师参加一个聚会，迄、那个聚会是一个对外国来一个歌手唱歌，伊也较配啦，总是真好耍。迄场的台湾场左手主持人讲咧，来，迄阵在唱歌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迄、那个司令讲，来，我们来唱，我们现在阿卡贝拉。迄、那个台湾的信徒阿卡贝拉，阿卡贝拉，你们听我咧讲什么鬼？以马瑞利是一条歌，阿卡贝拉叫做无伴奏。听我说，迄个教员哦，我伊讲，啊，恁教员的基督徒那素质是上型的啦，那我都阿卡贝拉，我都变做一条歌。总当然，迄是头前大家笑甲啦，笑甲啦吼。总是呢，迄个外国的演唱家吼，真感动，因为伊对心肝底将上帝敬畏唱出来。因为我是读书较歹势，一日头前，你唔知迄天读书一日头前是啥物感觉？迄、那个声第一个音唱出来时阵呢，我鸡毛不真正，不夸张哦，不夸张哦。
伊大概手五分钟嘛，牧师的手的鸡毛皮起到伊头壳顶，心内一连串哇，唔捌听过这种歌诶。迄条歌咱大家拢真熟哦，伊唱性感哦，总是伫现场时阵诶，当然边啊某遐个制作人，流行唱片的制作人，伊拢伊就唱歌就爱即种片。你做起你的教会，好多的敬拜赞美团、圣歌队，要达到这个功力。那个回来问某一位老师：“老师，你怎么？你是安怎唱？”我唱歌之前祈祷，祈祷了后开始做热身。那我说：“我们两个先关闭连关，你努力先发射练习哦，你努热身就好。”咱人咱信徒嘛是啊。咱敬拜上帝，你有提早十分钟来教会无？有无？提早十分钟来教会，唔是咧伫遮开讲的。提早十分钟是伫遮准备，你准备啥？今仔日读什么圣经？念什么诗？就无内底有啥物代志需要咱出一份力的无？当你有这种准备的时阵，开始敬拜赞美，弹落去时阵咧，你的心就开啊！我说要跟咱讲，上帝不是伫讲台，咱这些信徒拢做古锥，因为咱讲台唱无悬，个人暗时个地毯分配最少。早前个像我教会讲台爱烫热啊，迄个做好耍，这些教会拢是种样。讲台是心情，囡仔袂使起来乌白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啦？对。我说讲，你要跟我讲。所以吼，伊们是种个真奇怪传统。愈我讲台呢，愈神圣。所以呢，教会内底吼，上边啊迄位，上边啊视角，上安怎，上赞，因为上帝看无着，上帝只有一只，所以上帝嘛无伫四楼的角拢无。所以讲，你牧师真辛苦，我讲到拢爱举四楼看，因为牧师目睭无看到恁，恁就无感觉今日有做礼拜。有啥物有这种个观念？所以今仔日牧师有真侪点拨恁，就是讲呢，咱做礼拜时阵呢，上帝就是伫你个边啊。你有阿门无啦？阿门。你有看到边啊有人无？无。咱个信仰特别，信徒相通，信徒相通，包括我也是个拢伫遮呢。我呢，从我教会今年设到130年，牧师甲伊讲呢，你坐位。唔知偌济人坐过，伊都起惊。哎呀，我说你来我中部，我讲你咧惊啥啦？天道就伫咱咧中间，你咧惊啥？伊讲我说你讲我咧恐怖诶，所以我甲伊讲咧，伊都路唔通有固定的位置伫遐。你有固定的位无？有无？有。迄位若是别人甲你坐去咧，你我相信你一定我都做礼拜。你心内真内急，够死人，闹得济，我系会气死人。所以吼，咱咧讲信用，信用，咱讲迄个绝对的态度，袂使因为人，袂使因为环境，袂使因为动作，袂使因为眼神，就改变你成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。就是咱真侪人因为安怎外在环境、人事的代志呢，你就安怎愈来愈散型，愈来愈糟践，到尾啊呢，叫做半命基督徒。耶稣阿先就是安尼，所以耶稣甲讲安怎，恁要追求天国最大的人无问题，这是一个目标，总是这个目标是要用正式信仰的方式，是伫对你的心内慢慢啊加一点。来第二项，服侍世就是真最大，大甲大无所讲的，大是对世来开始，总是有一项的但书，你若是要做一个伟大的人，是爱服侍至于世人。我再讲一遍，老口的人要最大，地位占掉咧，我叫做大。总是耶稣甲咱讲咧，你若要做一个伟大的人，你爱去服侍至于世的人。咱有清楚无？来，你甲你四周围的人，阿手卖讲话哦，目睭看伊来开始，来阿手一个，袂使讲话哦，目睭看对方。来，大家咱阿手来四人嘛是，我想要看哦。好，各
跟看护书吃。有啥物护书无爱互恁讲话？因为时阵吼，若咧行平安咧吼，平安吼，人伫遮呢，人伫遮呢，伊目睭无看伊呢，平安哦，平安哦，平安哦。你会讲哪里是我吼？他内向啊，我可能我心来啊。咱伫教会要怎保持良俗？要怎伫教会互你的感动继续刷落去？所以我当咱伫教会坐安尼吼，咱坐安尼吼，其实吼有足大意涵。有啥物今仔日你边啊是坐这个人？有啥物廖老师你们两个要坐在一起？廖老师是不是廖永祥老师的女儿？对不对啊？为什么要跟老公坐在一起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？你不错，你不错，要分开。牧师是丢了底，丢了底就是讲吼，我的母语吼嘛在台湾不止啊久，伫宣教书的教育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所以你拍教会做不成，一边查甫的，一边查某的。以前牧师细汉的时阵，伫教会出去，因为我嘛是对主力个起来，但做不成。那是真侪信徒吼，来到教会手牵手，总是到大门的时阵会主动分开，查甫这边，查某这边，总是你家问为什么，伊讲伊唔知，伊唔知。我亲像吼，伫咱的教会交代的是一个门神，开，哎，特意主动吼，所以我要看吼廖老师吼，伊这种吼坐做会来，出门人吼，恁夫妇坐做会牵条手，今仔日坐定位。一对、两对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连贯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，后来放来，咱中间有二十二对，四十四个人。当然，先决定发生啦，歹势啦。你想吼，你想吼，若是你伫教会内底，你的某、你的翁、你的囝、你的孙、你的好朋友一做伙，迄偌赞呢？安怎赞？你会使服侍伊，你安怎服侍？上帝创造咱有几粒目睭，两粒对不对？几个耳仔，两个耳仔对不对？所以当咱咧做咧拜时阵咧，你是两粒看讲台，还是一粒看讲台？啊，你是几粒？两粒看讲台，敢是？但是你有余光无？有啦，有。迄个余光，你才感受到你边仔迄个人，今仔日是喜乐、忧伤、不准，你有法度感受到无？咱的直觉真特别，所以每一摆咱做礼拜时阵呢，咱要感谢上帝，互我坐伫即位、即排边仔这个人坐伫我的边仔呢，一定会使为伊做什么代志。总是咱无啦，咱连坐个坐个，对不对？坐个坐一个，较无了去的，坐一个无所看下底个所在，对不对啦？那无所讲底吼，无所会失的啦。总是有偌济信徒，咱有吼，咱这种的态度已经无去。你刚才无所细汉的时阵哦，要做咧拜神呢，阿嬷甲我讲呢，拜啦，吼拜啦的时阵就开始甲你准备，准备啥物货？内衫、内裤、外衫、外裤、鞋啊、皮鞋，连钱拢爱有过，有过，因为我阿嬷是裁缝师，所以我咧想，今仔日有啥物服饰或者做服饰？伫细汉的时阵，阿嬷安尼甲你教，拜六的时阵袂使穿过外裤，因为呢，礼拜日的主日要八点开始，你七点半就要去。牧师这种环境大汉的啦，所以有时阵咱咧想，为什么今仔日你会使伫这个所在做礼拜？为什么你今仔日坐伫这个所在是别人坐伫遮？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要让你知，今仔日来到教会听讲道，唔是咧看牧师，是要来学什么人？学咱的耶稣。所以咧，耶稣是咱的救主。今仔日伫这篇的讲道中，这篇的圣经中间的是一个老师叫做列比。但是一个立碑要怎样成做性命救主？你甲咱讲着一项真要紧，要最大的人爱服侍神。所以咱看耶稣在生的时阵呢，
伊服侍自己世的人，所以圣经讲伊安怎，伊里面孤儿寡妇，伊痴迷拜靠的人，伊甲怂恿人做伙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叫做耶稣？为什么耶稣叫做基督教的教主？是因为安怎，伊甲世间的罪人相甲做伙。这个叫做耶稣。咱看所有的宗教的教主，无一个人是像耶稣一样呢，主动甲这个基督教、甲这个罪人相甲做伙，甚至做伊的朋友。有一个故事，你讲有四个人在比赛，什么人上高分加贵？第一个讲来讲，伊就咧开电视公司，哦，这个真大。总是第二个咧，伊讲咧，我厝开石油公司，当然听起更加大。总是第三个咧，伊袂堪一点，讲我厝咧开发电机公司，好真正有大啦吼。总是咧第四个咧，伊就笑笑啊讲，我咧我是恁三个人的头家，所以我上大。总是一项事，头家真正真大啦，总是人无一定会服命。当英国主张废除奴隶啊，这个 Wilberforce， 这个人是一个真伟大的人，安怎伟大？伊的体裁呢真细粒子，总是伊的影响力不止啊大。都有一个人听过伊讲道了后呢，伊讲原来我看这个吼 Wilberforce 呢，好亲像虾米啊，伊这个啊桌顶顶环真细只，总是呢听伊讲道呢，愈听呢。这只虾米啊，伫桌顶呢，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，大到亲像一只金鱼遐尼大。所以真个兄弟姐妹，在人的眼光内底，你是予人知影你这个人的表面，还是知影你的价值甲影响无？但日本人也有一个真伟大的信徒，叫做河川弘男，这个人非常特别。有法度在日本的基督教史内底呢写落名的人真无简单，因为伊的伟大就是伫这个贫民窟内底咧做工服侍治理世人。当有一个人写伊的传记，讲到这个河川弘男，讲伊的住伫东京的贫民窟，住伫一间六尺四方的草厝。第一天的暗时，有一个皮肤病的人要来试探伊，甲伊讲呢。某人啊，我今仔日会使带恁厝无？皮肤病，河川弘男讲好来，今日你甲我带。总是呢，无外国个另外一个乞丐，看着讲呢，这个六尺四方的草厝有两个人，伊嘛要甲伊谈，所以这个乞丐呢，甲这个河川弘男讲呢，哎呀先生，我无啥人情，你来使会使我穿未？河川弘男讲呢，好啊，马上带衫予伊。总是无拍算，过当天呢，这个乞丐来讲呢，哦，先生呀、啊，你的内衫真好穿，你外衫会使予我未？当然呢，这个河川弘男讲呢，无问题，外衫拢予伊。当然，刚开始的时阵，河川弘男伫这个东京的贫民区内底呢，大拢笑讲呢，一口笑。那有一个好好的人，那有一个身份袂歹人咧，甲阮三甲住伫这个所在，搁帮衬阮，这空安啦、啊。总是咧，甲伊住做伙一段时间了后，东京迄个贫民窟内底人拢尊敬伊叫做圣者，圣者，毋是剩下的圣，神圣的圣。河川弘男伊安尼讲，上帝徛伫伫上基层的人的中间。伊甲泰戈无奈犯人同齐，甲乞丐做伴伫白人的中间，伫无头路人的身躯边，犯人要见上帝人，未入圣殿进前，爱先去监狱探监，爱先去病院探病人，爱去送香人遐。上帝无一个比别人正做伟大。伊安尼讲，伊因为这个比别人有上帝的大伫伊的心内，做一个样子嘛。你感觉今仔日你伫这个所在做礼拜有赞无啦？有，哦，明白，有火。你有感觉做基督徒好？感谢主这么大声来四楼，你觉得当永福教会的信徒好不好？好，拍拍手。那我发大声啦！
中知影早前的人做礼拜爱挂卡棒，特别这妇女吼西装打扮的。早前的这信徒，因为有这种准备，所以呢，无信主人讲呢，我啥，我你今日去对？咱的古信徒讲呢，我要做礼拜，啊，做礼拜要穿安尼哦。嘿呀，我要去见上帝呢。这个传统要留伫遮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遍咱做礼拜时阵，你爱安怎准备心？为什么准备心？因为咱看早前的总统府拢怎样去水，遐、那个信徒拢足强逼。你讲讲呢？哎呀，我是一个无读册的人，哎呀，我是无尊重的人。哦，我到底教我做礼拜有够好啦！哦，丢了啦，把我阿叔子呢？哇，我一讲我真正爆掉了啦！总是真嘛呢？咱查出这去哦，因为吼，咱虽然是真卑微，总是伫教会。今仔日咱个王牧师伫彰化教会，伊讲着一个譬如一千、两千到五千的，唔知这篇你捌听过无？伊讲呢？啊！早前圣经是讲安怎？迄、那个一千个家己的钱在伫涂骹，这是原来圣经的版本，就是王牧师改编的经。伊讲咧，即马是迄个五千个哦，家己的钱在伫涂内底。哎，牧师嘛讲咧，哦，咱王牧师真正真赞咧，有够赞的啦！把圣经举一反三，伊讲安尼表示什么话？王牧师伫牧会中间咧，看透人心，最大的人。就是上惊死的人，好惊的人上胆酸。当然，无算安尼讲，可能无啥准啊，或无啥准。我总是一个无算人来安尼讲，表示伊有真深的体会。基督徒耶稣留予咱真水的脚镣，伊谦卑，伊看无家己。伊拼空夹兵，来过去叫做耶稣，他虚己，虚己，倒空自己，谦卑顺服到死。咱是有耶稣者，所以你看吼，伫咱个信仰生活中间，你有真侪时阵，当你若看无家己的时阵，你会感觉上帝稳定，真正够了你了。所以无说问人。当你艰苦的时阵，你的头是硬硬，还是抓悬？来，我再问咱一遍哦。当你艰苦的时阵，你是头硬硬，还是抓头？来，硬硬，请抓手。我好难过，请抓手。好，来放下来。头抓我，我好难过。有无？有这种人无啦？有啦。啊，你无抓是啥物话？就是安尼，我好难过。我好难过。咁是安尼。上帝创造动物做高水，你捌看鸭食物件无？鸭、鸭子怎么吃东西？啊，低头完之后怎么样？抬头。啊，鸡鸭嘞？鸡鸭地方对不对？伊讲抬头。上帝创造鸭甲鸡鸭，互咱知影嘞。你的油分唔通家己吞，唔通亲像鸡骨。因为咱有上帝通靠，所以当你艰苦的时阵呢，你爱无乐无？你敢无乐会出来？什么人讲的？举手。拍鼓啊，真嘞！你无想要甲咱讲安怎？因为咱信主的时阵呢，你若是看无家己，你若是一个虚极的人呢，你会感觉，因为你愈谦卑，上帝愈要高升你。因为上帝知影你这个人无其他的歹动，无歹的迄种的念头甲动机，所以教会内底，咱就感觉哎呦，教会为什么吼？问题遐尼多啦，教会问题有啦，咱也无有无？真正有吗？无啦。我前话教会问题无？咱家己教会有问题无啦？恁两堂有问题无？哈哈哈！哈，那无想要甲咱讲哦，
靠你们跟牧师讲的话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哪边错？啊，你要逃？那我是问问啊，等你拄到危险的时阵，你会把酒是闭着还是开着？开着。来，再重复一遍哦。等你起惊发生，卖讲发生情况，等你惊的时阵，你把酒是拍开的，请摇手。我看这个，我放下来。把酒放起起，请摇手。我不给好来。这种声音，我是拍球的人哦。我已经被训练吼，倒啊射过来，目睭拢袂眯啦。你敢知宪兵吼，徛咧会使困？伊安怎训练？你敢知？这木梳嘛使教练吼。咱的手柄平来吼，只有指纹对不对？你吼你捂一个点看，我目睭开开，看迄个点，看好老目油，总是你目睭卖力，唔通眯，互伊老三遍了时阵呢？你的目睭的肌肉会较臃肿，了你的目睭吼比较不会眨眼，你的注意力就比较集中。所以做父母的人都去看你的囡仔，若是你的囡仔的目睭里面，可能眼睛的神经有一些状况。安尼唔少了解无？所以无说你甲你讲这个是讲呢，等咱做一个基督徒呢，你唔是妄信，不是愚信。有一个故事讲呢，有一个人。以前虔诚的基督徒，总是因的所在，彼当阵呢，在因水灾，搁落大雨。当伊啊雨咧落的时阵，伊伫厝内底咧祈祷：上帝啊，上帝，你救我！因为我正要因水灾，你救我！结果呢，无偌久，迄、那个啊消防呢，坐迄个救生艇来就开过来了。无人无人，紧嘞紧嘞，这个水越下越大，水又浮起来，紧嘞。你要赶快上来，就跟你警察讲呢，不用，我上帝会救我。结果呢，当那个警察开那个救生艇开走时阵呢，那个信徒就继续讲，上帝啊，你们听到我的祷告，求你来救我。然后呢，真紧哦，个人往前推，警察就来求讲，无人啊，水愈来愈大，还顶起来。伊讲谢谢你，我相信我的上帝会救我。结果雨真正愈来愈大。迄、那个水淹过迄个堤防，这个查某开始起惊，爬到伫这个厝尾顶，开始祈祷：主啊，你救我！警察真正来讲嘞，先生，这是最后通牒了。如果不来的话，我们真的没办法救你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我的上帝会来救我。结果因为这个人因为伊骨折，一个药打过来，这个人敲你，死的时阵就天动。你这么歪，他是没办法说。上帝，你是不信实的上帝。我求告你三次，我在教会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。为什么呢？我在危险的时候，你没有救我。我现在没救我啊！这个上帝讲无呢？你冤枉我呢？我是一个人民主币的上帝呢？我若无听你祈祷，我听你祈祷，我派三遍的警察救你呢？我派三遍呢？那个人讲呢，上帝，你不可以化妆啊！你看那个样子下来，我才认识你是上帝啊！那个兄弟来讲，你认识我吗？兄弟今天就来讲，你认我吗？我兄弟，兄弟不是秘伫咱的圣经呢，兄弟不是秘伫你的十字架呢，兄弟不是伫咱所看到遐图面的，不是呢。上帝有伤无？有无啦？无。咱拢把耶稣当作上帝，对唔对啦？牧师，我要问人，你所看到的耶稣，敢是真正犹太人的耶稣吗？是。是不是啦？是。犹太人的头毛是啥物色？目睭咧？不是土色，绿色。上帝的时阵哦，咱若认真来想的时阵哦。因为吼，咱感觉我的耳聋的，我是干嘛出力真苦啊？我有受真侪折磨啊，所以呢，我拢唔免改变。但是耶稣甲咱讲唔是呢，耶稣甲咱讲安怎？咱要怎样让咱家己卑微谦卑，那个卑微搁谦卑？因为你若无予家己有一种受教的心、受教的心，咱有真侪时阵安怎？真理已经到在你的面前，总是你安怎视觉差，
就跑掉了。那你性命是一点一滴，你若我都把握着得救的机会时阵呢，你是立上加立，稳上加稳，来稳上加稳。总是咱无爱，你感觉我就好啊，我好了，我你就好啊。总是上帝在你的性命内底，伊无甲你讲好呢。若是要我教会要进步，若是咱有真侪事要推动的时阵呢，咱教会开始有够无？无够。无够，无够要安怎？咱拢做传统，搞牧师啊，搞传道部，哈哈，反正会死都有，唔免死啥，唔免死贫道。就你永远拢做未信徒，嘛因为你这种的态度，你永远无法度担着救恩的滋味。咱若看咱台湾，就是你咧教会历史的中间的某这种真特别的见证。咱若回想早期来领洗礼的人，个个拢是卑微的人。牧师引用古早的1869年6月7日，伫台南领洗礼的七个人的中间，有两个老人，一个卖鸦片，一个卖烟纸，一个卖水果，一个中医，一个小官员。1968年12月11日，伫北头六个人领洗礼中间的三个是做田的，一个耕牛的，一个咧做南阿矿的工人。后来牧师甲咱讲，伫1869这段时间。教会拢无老人啊！你想，若是今仔日一个卖银纸，一个你的边仔，你要介济无？卖讲卖银纸哦，今仔日若是你的边仔的人身躯有病，你要坐伊的边仔无？我讲有病是通的啦，毋是太高病啦。你毋知影，咱今仔有真侪人已经袂去去讲嘞。咱是一个被德福、被拯救的人，所以基本上咱是一个被德救的罪人。所以咱袂使去论断人，对不对啦？这些你个道理拢捌听过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什么吼，心内吼那个心魔，为什么特别来做礼拜时阵吼开始比较？兄弟，你叫什么名？陈家常，陈家常哦，陈家常弟兄，请问你几岁？55，我叫做林家宏牧师，我55年出，今麦50岁，虾米差无？当你头毛较济，我那较少。哪会安尼啦？你会比较未？咱会比较啊！你做阵比较，你嘛比较啊！总是一项真要紧哦。为什么哦？平平地教会出力，咱平平领受着圣神的感动。为什么咱的感动无法度搁较长的，又较长呢？关键就是啥物货？因为咱无苦格，无有谦卑。若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看别人比咱家己搁较好、搁较大时阵，牧师要甲咱讲。圣经内底的见证，甲遐异例，伫即摆犹原安怎会发生？来，牧师搁来举例。马可福音先，毋知你捌听过无？伫之后，我好，即、這个医生足古锥。伊伫1965年6月10日的时阵，伊伫台南的看西街做医疗服务的时阵，咱知影台南是一个古城，因为呢，一个西客西医来到伫即个古城时阵呢。台南有一挂赤脚神啊，就造谣生事。伊讲话，这个外国人伫咱这个所在做医疗呢，是污人的心，污人的心，污人的目睭，所以用迄个心脏来炼药，互这个人医好。然后呢，伫这个看西街附近的这个人，赤脚神啊，甲德基啊，甲遐个动静不良的，开始安怎闹代志。予马可医生呢，无多伫看西街内底做这个服务，到最后马可医生就走去高雄的基丁，起火，迄、那个所在避难，当然伊个所在开始基后教会。伫迄个时段，因为伊伫看西街教会做医疗团队，伫公拿高雄关一个公拿教会，公拿附近呢有人信主。伊讲讲咧，哎呦，我才听到这种福音，
你我当然你敢怎个我全听啊无？所以呢，我要把握最少的机会。所以对高雄的吼，开始就是台东这边吼，对高雄开始行路到高雄的基地，因用一年一日，做一咱的牧师，因安怎去啦？啊，这个是牧师要讲的重点吼。这群高雄信徒吼，因爱打爱用打，内底爱炸啥炸食的物件，防身的武器，搁一个叫做婚轿。有甚物要炸婚轿？每对公仔要经过高雄，再经过基隆，爱坐船吼过来。迄个时阵，1965年的时阵，台湾的吼特别南部的社会，毋是介平静，介平静。特别迄个时阵，你若是要做礼拜，人会甲你笑，讲你背道，讲你倒道。所以走路时阵呢，人有人可能来去牵石头啊，把你推落。这信徒唔惊哦。所以呢，因开始拜六的下载，囡仔全部拢叫叫，妈妈嘛拢叫叫，总是厝老一个人看守。来，这信徒呢，就单单对公家开始行一个一日。到伫礼拜日的下载时阵呢，因平安到伫基隆教会做礼拜。就将迄个打吼打内底打的一只婚轿，来放倒去因厝，为甚物放因厝？互因厝内底人才讲咧，哎呀，爸爸妈妈，我哋遐尼姊妹啊，一定平安到你教会来做礼拜，有平安无？有平安啊！啊，了时阵做礼拜了时阵咧，主做了，佮开始礼拜日下晡佮惊咯，有感动无？当牧师咧看这段经的时阵，非常的感动。感动什么呢？这边叫做信用。咱有真侪时阵，咱的信用愈信愈倒退。有时阵信到尾啊，咱的上帝无去。咱看圣经内底咧讲着温困，有讲着一项动物叫做狗熊。所有动物可能狗熊是上细。所以咱看狗兄呢，为着要让家己有生存的这个机会，所以咱去搬物件来吃。总是你看到狗兄真好耍，若是这个食物伤过大呢，一个人我无搬，伊还叫其他的狗兄甲伊搬，对不对？吼，咱就看到哇，蚂蚁真的是团伙，这个团结合作吼。总是呢，当咱咧看这狗兄搬物件行路时阵，有一项事，咱会怀疑，就是讲呢，到底狗兄伊是安怎认路？蚂蚁怎么认路？其实科学家甲咱讲咧，狗仔目睭真好，它的视觉非常好。就写那边问，狗仔视觉好，是不是只有看到食物在那边会去吃东西、去搬东西吗？当然是，但是真要紧，因为伊的目睭好，所以咧，伫远远的所在看到物件，伫迄个所在伊就去摸、去搬。但是呢，搬时阵呢，伊变到倒去，伊也无 GPS 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做奇妙，予狗仔目睭好。当伊离开因的巢的时阵呢，因会看日头。迄、那个日头安怎走？伊迄个光，迄、那个光线，日头的光线照伫对呢，狗仔就发到呢，用迄个日头的光线倒找着因倒去的路。这是第一项，予咱知呢，狗仔目睭真好。第二项，狗仔伊的嗅觉真好，因为狗仔呢要摸物件，啊，咱知呢。狗爷，狗爷家有真侪兽，啊，这个狗虽然拢叫做狗爷，但是这兽的味，甲这兽的味是无同款。所以，若是这兽的味去摸物件时阵呢，白兽的狗爷，若要甲伊抢，因会冤家相合。啊，是讲这兽的狗爷走来这兽，因为迄个味无同款，伊卖互这兽的狗爷家拍倒去，后来。咱看到圣经，将狗仔放伫圣经内底，一定有信仰的启示。这个启示是啥物货？就是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伫咱台湾信主的比例5%，一摆内底可能只有5个基督徒。就是有真侪基督徒讲咧，哎呦，要安怎做工做严？一摆内底只有我5个其中一个尔，我要安怎做见证？所以有真侪基督徒呢，你愈信吼，你愈无自信，因为你无自信了后呢，你就会伫你的心路开始大做文章。你捌看过头壳确实是假人无啊？
你看过吗？头壳确实离地。你讲呢？我是基督徒，为人的手确实离地，会使袂？会使袂啦？为人的胸前确实离地，会使袂？刺青会使袂？那你刚刚讲吼，当然可以吼，但是吼，你不要说这个皮肉之痛。咱主要是要甲你讲安怎？虽然社会基督徒真少，总是你爱知影呢。虽然咱基督徒真少，总是你身躯有基督的味。你有基督香味无？这个对咱来讲非常的要紧。虽然咱是基督徒，可能咱伫基督徒迄、那个味只有伫修圣餐的时阵。有人甲你提醒讲咧，哎呀，某人啊，这两个月中间咧，已经失去基督徒的香味，来吃耶稣的体，来啉耶稣的血，来洗清你的罪，互你身躯基督的香味。总是呢，咱感觉啉哪里啉，吃哪里吃，你的身躯的味犹原无有基督的味。了后，咱伫教会生存的，咱所闻到基督徒的味是啥物味？是迷惑的味、跌倒的味、失志的味。特别是基督徒伫教会内底出入，你已经失去基督的香味。咱求主怜悯，怜悯啥物话？伫每一遍咱聚会时，无论是或无论是礼拜，无论是团体时，咱要怎样互基督的味？在我们的中间又暴露出来，又另外一项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，你起坐在什么人的心中？到那里要看日头来领路，我们基督徒要有上帝的话。教会若无圣经，教会毋免传福音；教会若无上帝，教会无耶稣；教会内底若无搁讲起圣经的事，那每一个人伫生活的方向拢乱去。为什么有人讲咱的教会已经叫做世俗化的教会？为什么？我袂要讲遐好无？所有的教会叫做世俗化的教会，为什么？因为咱无上帝的话。要让上帝的话的光来照在咱的生活，所以呢，虽然你是基督徒，总是呢，人无认同你是基督徒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姐妹，今仔日礼拜可能来纠正的，总是一项真要紧，改变对心开始。来，请你接受摸你的心脏，你的心都在跳无？心脏在倒边，不是正边。有人心中是正面的无？你讲讲一下，今仔日恁若是有感动，你愿意改变，咱都有机会，老实放下来。上帝拯救甲创造就伫咱的中间，咱毋免要求别人，咱要求咱家己。即个时阵，若是圣神。对今天你来说他的经文，对牧师所讲的话，你有一点点仔领受，你伫你的心内求主，予迄个感动愈来愈大。改变是你的事，毋免伫别人的眼光。信仰是你甲上帝的关系，生命改变毋是做予人看，迄是后壁。咱要讲第一步叫做动机，你的动机若正确，后壁结果就会顺。你的动机若是无完全，若是歪错，结果就会变歪错。耶稣甲学生讲，天国最大的人，好亲像囡仔，迄种的单纯，我靠心无受着污染。今仔日咱虽然是大人，总是伫上帝目睭前，咱拢亲像细汉囡仔。上帝有百般祝福要呼应，总是为什么咱唔敢去领受？为什么不敢跟上帝要东西呢？总是重点来，你怎么要？你安怎特？耶稣讲那个安那改变，
当然，你感觉社会最大靠影响咱，这个是目标无唔对，总是耶稣甲咱讲对，这是世间的方法。但是耶稣甲咱讲安怎？因为恁伫世间生活，上帝唔望恁安怎，因为咱是家里门，咱是吼改革中吼家里门甲咱讲安怎？咱的一生爱应当上帝，一生应当上帝叫做第一名，第一名叫做大。总是迄拢是什么一个方向，但是耶稣甲咱补充，你要做大进前开始爱安怎谦卑来服侍。当你若谦卑的时阵，你才有法度通吸收较侪人，互伊对弱势变最大。你若愿意改变的时阵，因为你改变啊，你厝内底人会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所以耶稣甲咱讲着一个真要紧，真要紧。你若愿意对细项来开始改变无？你若愿意来服侍上帝无？这是耶稣甲咱讲着一项真要紧。唔盲咱今仔日照着这段经文，因为咱拢真熟。但是呢，伫熟的中间呢，咱来给伊一个新的精神。唔盲咱因为教会以后出去的时阵。当人讲，当人讲着讲，因为教会的信徒时阵呢，要爱背一支，来咱甲大头乌抓起来，抓较悬，出一点仔力。你先看你大头乌，别看无输，看你大头乌，你出了一个，我就是因为教会基督徒，请咱同心来祈祷，天父，我的上帝，感谢你。显明你的真理，予阮了解大小的差别甲信仰的意义。愿阮学习你的教示，对小事忠心致力，来成就你美妙的旨意。祈祷靠耶稣名来求，阿门。